十娘，十娘，今天拖延有病，明日身子不爽，把这热热闹闹的院落弄得这么冷冷清清的，这成了什么样子了？妈妈，妈妈，王府差人前来，请十娘姐姐前去饮宴弹唱，来人还在楼下等着呢。谁知他肯去不肯去呢？好，我先去看看再说。府的差人前来，请你过府饮宴弹唱，你还是去一趟吧。婉儿，你把妆台取来，让十娘梳妆。是。孩子，你看这大红的帖子，差人在楼下还等着你呢。妈妈，妆台取到。放下，婉儿，你抱着琵琶随从十娘前去。是。孩子，梳妆吧。十娘，差人在楼下还等着你呢，你就赶快去一趟吧。我身体不爽，不能前去。十娘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这一向多少达官显宦，王孙公子约请于你，你总是来者不见，请者不去。照这样把人都得罪尽了，往后咱们还指着什么过呢？我身体不爽，怎能前去呀？妈妈，姐姐身体不好，还是别让她去了。多嘴！好啊，你这是有意跟我作难呐。我也明白了，我看今天呢，咱们就挑明了说吧。
京城好身份。咱这青楼的名儿远近闻，你苦苦的恋上个穷酸李甲，这名声要是传出去，好富的公子王孙谁还肯进门。妈妈，李公子是顾脸面的话，就不应该再让他进门了。一旦见不许他把门进，我不能无情无义负了心。什么？你不能负心？我说孩子，咱们这儿可不是讲情义的地方。身落在风尘中，何等的不幸，难道说终身一世永沉沦？你叫我断绝他，我是难应允。怎么，你还想跟他来往一辈子吗？他不舍我，我也对他不变心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你们俩是难割难舍呀。好，他要是有银子赎你出院，你跟他走啊。妈妈，此话可是当真不？当真。不知要多少身价呢？哼，要是富家就是万金也不为多。我念他身贫，叫他拿300两银子来吧。妈妈可有反悔？哟呵，他还当了真了。言而有信，我哪能反悔呢？如此是算一定了。可是把话要说明了，妈妈有话请讲。他要是有银子赎你出院，要是没有银子，可不许他再进这个院门。不至于他几日限期？3天的限期。哎呀，3天。想他画得囊空手法，这3日之限也能办得到这300两纹银。啊，妈妈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宽限他几日吧。我就是限他1年半载，他也办不到300两银子。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限他10天吧。可是10天要是没有银子，可休怪妈妈我无情了。如此，我多谢妈妈。哎呀，慢着。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是真打算走这条道了。虽说李甲没有钱，可他要总安着这条心，这往后也不好办了。反正李甲他也赎不起，等过了10天，我先赶走这个穷酸再说。好吧，就依着你把王府的约情推卸了，你呀就等着跟你那位李大公子走吧。
呀，你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哼！师娘，他睡着了，看风吹窗帘，倘若师娘受寒，如何是好？师娘，几日不见，我想得你好苦啊。到此，妈妈说你不在院中，我是难以进院呐。那今日呢？今日嘛，我是趁着门上无人，我悄悄地进来的。李郎，你为我受了屈了。师娘，我为你。哪怕是千难万苦，在所不辞。怎奈妈妈白眼相加，我父又屡次上书催我回去，看来你我难以长长聚首。想到此处，啊，毫不令人伤感呐。
是天。
找朋友去借呀。也只好找朋友去借。妈妈言道，十日为限，若过期无允，从此怎样，就不许你再进此院了。好，十天之内借得银两，恕你出院。若是借不到么，我就只好不来了。李郎，不必如此，有因无因，你只管前来。那我去了。李郎，有因无因，你只管前来。你我再从长计议，你要记下了。我记下了。是了，姐姐，只怕那姨娘不定怀着什么诡计，你既打定主意，还是要早些脱身才是啊。妹妹，多谢你待我。姐妹中唯有你我最为知己，今日我有一事相求。姐姐有话请讲。妹妹，
妹妹，这条罗裙你不是要描它的花样么？拿了去吧，拿了去吧。是李贤弟吗？哎呀，刘仁兄，贤弟数日未见，叫我找得你好苦啊。仁兄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是啊，令尊大人有捎来书信催你回府。这回家吗？贤弟，你我知己交厚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但讲何方？仁兄，小弟本当回转家乡，怎奈难舍师娘。仁兄，那妈妈依然应允300两纹银为师娘赎身，小弟本当找仁兄借银，又不便启齿。仁兄，你若能成全此事，小弟我是感恩不尽。贤弟，你好荒唐啊！怎见得你？想你我偶遇，歌游无忌，往返流连，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你流连半载，花费千金，如今又要赎屈师娘，岂不是荒唐之至么？哎呀，仁兄，那师娘对弟可是真心呐。贤弟，只要你发奋读书，自有良缘，何必急于一时？一兄相劝，还是丢开的为是，早日回转家中，也免得令尊大人动怒，亲友纷纷议论呐。那师娘与我发下誓愿，誓死相从，绝不分离。仁兄，你就成全我们二人吧。成功。那师娘果真如此，倒也难得。啊，贤弟，与兄言下，也无有许多银两，你到旁处去借。借多借少，下钱不足之数，与兄再与你筹办也就是了。这旁处么？李公子，李公子。哟，李公子，你在这儿，可让我把你找着了。我儿找我有事么？师娘姐说有要紧事等你，等得可着急了，快走吧。哎呀，这哦，既是师娘情深意重，贤弟，那你就去吧。眼看天都要黑了，快走吧。
李郎啊，你临行之时，我曾嘱咐于你，有因无因，你只管前来。时日为限，今天已满九日。怎么还不见他到来呀？十娘姐，十娘姐。十娘姐，李公子来了。李郎，五儿辛苦你了，快快歇息去吧。是。自那日去后，为何今日才来呀？我时时无有连绵前来见你呀。莫非三不两问因未曾接到么？你借了多少啊？分文无有。分文无有。李郎，不必难过，银两之事末，你我再从长计议也就是了。你看，夜夜深沉，你身体困倦，就在此歇息歇息吧。锦上添花到处有，雪里送炭无一人。三更三更
帮我镇住风，接在手里，愧在心。你的深情难答吧，低声莫叫妈妈问，柳玉春为人言而有信，此一去定能凑足三伯一，我去去就来，你且后等。十天了，从今往后你呀就别再装病不肯下楼了，你和那个穷酸李甲一刀两断，我这个愿可不许他再来了。好，原来为了此事啊。啊，妈妈，今日虽然已满十天，见时光尚早，怎知他不来呢？哎，我说你是个聪明人呐，怎么不到黄河不死心呢？慢说今天这一天，我就是再等他一个月，他也办不到三百两银子。妈妈，可不要小量人呐。什么小量不小量的？今晚赵府的夜宴我可替你答应了，你可别忘了言而有信呐。师娘，师娘，李郎，李郎，请坐。慢着，李公子。老身有一言冒犯，公子可休怪呀。有话请讲。想令尊大人也曾官居布政，
你乃是一位堂堂的公子，哪能不以脸面为重呢？我这个地方少言无钱，不便来往，您呢请便吧。妈妈不是许下十天为限吗？是啊，十日一满，你两手空空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哦，你是要银子啊？这有何难？你要多少啊？不多，300两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哦，300两算不了什么。来来来，你来看，这是朱色纹银300两，你就收下吧。是啊，妈妈，你就收下吧。哎呦，我的傻孩子，那天妈妈跟你说了几句笑话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妈妈许我出院，乃是你亲口所讲啊！300两银子赎个杜十娘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妈妈呀，尊上妈妈，休要后悔，是算一定你也可照顾没？300两为你是做数，好礼不断莫要推，愿此钱银收藏起，不愿意瞧他带回归。李郎走后我也心死，管教你人财两空难挽回。话出口好意思泼出水，睡了想弄巧成拙悔难追。我要是强留他，他偏一死，岂不是蛋也打来鸡也飞？哎呀，真糟！事情弄得这个样子，我要是留下他，也是一个祸害呀。好吧，话一出口，我岂能追悔呢？要走，你们就，哼哼，走吧。如此，我多谢妈妈。慢着，师娘，我来问你。你跟他前去，想是吃得了苦？不亦素是，心甘情愿。好，有志气。可是今天你就要出院了，你头上戴的珠翠，身上穿的绫罗，难道就这么穿戴着走吗？难道连这一身衣裙我也不能穿去？那就看你的志气了。几年来受尽了你的欺凌，离行时还要百般刁难羞辱人，把我的衣服首饰全留下，你叫我脱去光儿衣，摸着我的身啊，叫我可怎么出门？好狠心的人哪！也罢，
姐在院中这些年给您挣了这么多的钱，妈妈您就行行好，让姐姐把衣服穿去吧。多嘴。姐姐不要这样哭哭啼啼，也免得她伤心难过呀。是啊，少时见了师娘，不要哭哭啼啼，也免得她伤心难过。我们一同前往。
贤弟，师娘，你二人几次良缘，可喜可贺。孟六兄大力成全，此生难忘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姐姐，这衣服我给你带来了。姐姐，这妙见相，你也收下吧。李郎，这是苗金香，你要好好收起。列位后裔，日后当涂重宝。贤弟，请。Bye.
官，天色不早，该登舟启程了。姐姐，客官，船靠岸了，您出舱走走吧。靠岸了么？哎，不错，靠岸了。阿船家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瓜州渡口，离您的家乡已然不远，没有几天的路程了。怎么，离家不远了？李郎，你为何一人来在舱外？舱内闷坐无聊，出舱观赏江景来了。这几日你闷闷不乐是何缘故啊？这无忧啊。无忧？这旅途劳乏，奔来的烦闷啊。可也是啊。李郎，不要烦闷，你来看好一派的江景啊。称心如愿，德配良缘，说什么愁人愁烦呐、不错不错呀。你我二人遂了心愿，不羡神仙，只羡缘。Oh,
道苦尽天来满心欢畅，怎知回家难见高堂，事到临头只得把事情讲。师娘还有一事非商量，我今带你回家去，怕只怕恼怒了二老爹啊。我虽然曾落凡尘，立志向上，也能够尽孝道是分高堂啊。二爹娘定先与你出身未见，哪管你贤良不贤良，我先回家求亲友，万言求万讲，爹娘喜悦再接你还乡。郎君此去倒也妥当啊，我站住方啊。如此说来，娘子君说哪里话来，我一跪两门再若弹唱，岂不被人嗤笑么？夫妻闺房去落悠悠何妨啊。但等传播尽处，待我与你常来也就是了。好。客官起风了，还不进仓去吗？怎么起风了？Thank you.
快快进船舱。只要船家找人多，哪怕浪大风狂。船家，这风浪前进如何是好啊？看这个样子要变天，就在此处弯船，等风住咱们再走吧。好，娘子随我进舱饮酒来呀。这里江深水急，可要小心呐。看仔细些，娘子来呀。